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艾琪。我最想去的国家呢，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岛屿，叫做伊皮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那个伊皮萨里面呢，不是有很多披萨，里面呢，其实那个岛屿呢，每天呢，他们都会请到非常多的在欧洲的一些百大的 DJ 在那边放音乐，那整个岛屿就充满了音乐，然后很多的 party。那其实因为艾琪本身自己就比较喜欢 party， 比较喜欢去听一些很多很好听的音乐，那我觉得到那里又可以玩，然后又可以观赏到很棒很棒的 DJ 放的音乐，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到那里去。